吗？你小心不要踩，你不要踩叶子，草草哦。那边草草的中间，不要踩草的，没有草的地方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哇，你碰到，对。那你刚说哪里好漂亮？刚刚风吹的时候，有叶子掉下来，好的呀。啊？那么现在？你要去哪边溜？你要去前面溜一下。好，那边比较没车。